念佛，念佛，天天想阿弥陀佛，心中只有阿弥陀佛，没有别的念头。以这个为目标，阿弥陀佛，念佛成佛。你很棒，你很棒，为你祝福。阿弥陀佛，我送你这个要不要？我见草狮子，彼得无上道，此愿不满足。穷苦，临平居群僧，长夜无忧恼。出生从三根，成就菩提果。我若成真觉，离名不受。众生闻此号，俱来我刹中。如果金色身，妙相喜圆满。依依大悲心，利益诸群贫，利益生真念，尽回修本分。愿我智慧观，普照十方三菩萨够名，悉色三途苦，灭诸烦恼海，开辟智慧眼。光是功法，如果无外趣，错心痴迷心，常作天人虚，得为三界修。说罢事之后，光度诸有情。其所愿，一切皆成佛。誓愿多肯过，大千应担动。虚空诸天身，当于真莲花，佛告阿难，法藏比丘。若持诵已，应是菩提六根真动。天雨妙化一三七三，自然因缘空中真言，决定必证无上正觉。我送你要不要？我还有一张，我送给你。你上午修行必成正等正觉，有一位。女众的菩萨，他在唱这个音调，你把那个音调啊记起来，那你随时随地都唱诵，你这样唱诵吼、哦，会必成正的正觉，好不好？好，安坐好。你上网搜寻，你看 网路的那个 YouTube 啊 ，YouTube 那个必成正等正觉，你把那音声档给记下来，必成正等正觉。哦，弥陀。
花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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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你 ，YouTube， 你要 YouTube， 对 YouTube。对，这个，你把这个音，把这个记到自己的那里，记到自己的那里，你点进去。嗯，基督教。我截图。嗯，截图，嗯，截图。那你要把这音声档记起来，然后你随时随地都唱诵，这样子你就会必成正等正觉了。你这样子你会扶助烦恼啊，啊你常常想必成正等正觉，你自己就会必成正等正觉了。因为你我们都是为圆满功德的阿弥陀佛，我们不是功德圆满的阿弥陀佛，但是我们是为圆满功德的阿弥陀佛，我们自信是阿弥陀佛。你只要常常念佛啊，然后常常想佛，忆佛现前，当来必定见佛。你把那音声档留起来，然后天天听。我见超知识，彼知无上道，誓愿不满足。大师父，菩提不穷苦，令彼村群僧常以无忧恼。你照这个歌词去做啊，去修行，然后以这个为目标去修行，去落实在自己的生活里面，然后有空就。读这个经，你常常诵经呢、啊，会有高能量，会有高能量，你精神就会很充足，那你就会想歌词，然后照歌词去做，你这样子要成佛，学佛要成佛啊，好不好？阿弥陀佛，祝福你，阿弥陀佛，你把那个。把那个必成正觉记到自己的 LINE 啊，你就不用再搜寻了，对不对？欢迎祝福。哎呀，你加油！欢迎祝福，把它背下来。我见超虚子，弟子无上道，誓愿不满足，誓不肯绝，不为大师主，不嫉妒穷苦，令彼诸群僧常也无忧恼，出生从三根，成就菩提果，我若成等觉，一命不受，众生闻之好。取代我插中，如果金色生，心愿心愿。我也没有很熟，我要加几念。很好听啊，没有很熟就很好听啊。谢谢。听了就很欢喜啊。好，谢谢。你们有看我们大家渐渐的在听吗？也我再去。
下面没有开。阿弥陀佛，祝福你！你很久没来听经了哈。我第一次。第一次来。哦，那你皈依了没有？皈依了。那你受菩萨戒了没有？你去求观世音菩萨，让你受菩萨戒，一受远永受，以后就不用再受了，生生世世不用再受菩萨戒了，发心帮助别人就是菩萨了。你要求观世音菩萨让你受戒圆满，到法鼓山去受八光那个菩萨戒，这样子一受永受，好不好？没空哦，哦，那没关系，那你有因缘呢，有因缘去受，有因缘呢，要。那你要自己因缘有，要努力，自信空，不执着。你努力的去受戒，希望观世音菩萨让你受戒圆满。要求啊，要去求观世音菩萨让你受戒圆满，这样子你就会顺利了。我以前人家鼓励我去受啊，他也是这样跟我讲，那我就每天拜观世音菩萨让我受戒圆满，结果呢就成功了。所以你要天天拜观世音菩萨，然后请观世音菩萨，你有心要去受戒，请观世音菩萨让你受戒圆满，因为受菩萨戒。你有戒定慧啊，你要有戒，然后有定有慧，要解脱到菩萨道、人天道解脱到菩萨道，要三道一起修，要修解脱道，也要修菩萨道，也要修人天的福报。好不好？阿弥陀佛，祝福你，阿弥陀佛。没有，加油。啊，这个你有空要读诵，把它背下来。扶住烦恼，我们的烦恼会念念生灭，会生，就是我们的烦恼会。无明嘛，无明，所以要扶住烦恼，所以要多念经，多念佛。阿弥陀佛，祝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谢谢，阿弥陀佛。好，你再跟他开示，继续开示啊，开示到两点半的时间就可以了。对，你吃素了没有？有，吃素了。还有15分钟，哎、欸，给你讲，快点。无你无人好讲啊，啊无人要听，讲伊要听尔。唱歌要常常唱，我再唱给你听。我见超自私，并知无上道，誓愿不满足，誓愿超绝，无为大师徒。你拿你的那个一起来唱，你拿你的一起来唱，对，我带着你一起唱，我们一起唱，然后你把它有空就唱诵。我见超虚之，彼之无上道，誓愿不满足。是不曾断绝。
吃足，不知足穷苦，临贫处群僧，长夜无忧恼，出生种善根，成就菩提果。我若成真觉，一念无量寿，众生闻此号，俱来我刹中。如果金色身，妙相即圆满，一一大悲心，利益诸群贫。生正念，今回修功德，愿我智慧光，普照十方丈，消除三恶逆，明其中而来，悉色三途苦。灭诸烦恼爱，大地智慧眼，获得光明身，毗舍诸恶道，通达三趣门，为众开法藏，观世如果无爱之所行持定心，常作天人师，得闻三界声，说法师之后，广度诸有情，圆满其所愿。誓愿多可过，大千应感动，虚空诸天神，当宇宙妙光，我当法藏比丘，所持诵。天与妙化一三七三，自然与光中赞美，决定一生无上圣觉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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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三三四，阿弥陀佛是一嘛？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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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然后休息一下子，休息一下子，然后
然后呼吸会累的话，呼吸念佛，吐气念阿弥，吸气念陀佛，然后呼吸念佛，然后呼吸念佛，这样子让自己修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是为圆满的阿弥陀佛，我们不是功德圆满的阿弥陀佛，我们众生本来都是佛，众生本来都是佛，只因妄想分别执着不能证得，我们都是佛，我们众生本来都是佛，所以你要跟任何人都结恩不结怨。然后把仇人当作阿弥陀佛，跟任何人都是阿弥陀佛，然后这样子活，拜阿弥陀佛，求阿弥陀佛，做阿弥陀佛，然后看到人都是阿弥陀佛，然后跟任何人都结恩不结怨，然后好好的念佛，心中有佛，然后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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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再休息一下子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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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再休息一下子，然后自己再用波念珠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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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走路念佛，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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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。要定慧等持，定慧等持。你念阿弥陀佛啊，然后就是第一等福报才能念，因为没有福的人会被业力给转。哦，好。你很棒。我为你祝福。不用啦，你这样就好了啦。你这样多跟他讲话，不然我们。多照顾新人，他就是需要人家照顾，我们都没有时间陪他。你比较有时间跟他讲啊，而且你讲了他也听得下去就好了。多照顾新人，对啊，你要多照顾他。他是不是有在别的地方？这个人哦，这个你还有他一个人礼拜七天，他七天都前天都在这里。在别的道场吗？安尼我都唔知啊。地婆法师啊，有捌去？我唔知啊咧，我知伊一礼拜七工拢伫咧遮。啊，你安加薪遮济是真正遐无用。嘿啦，这咧查资料，这咧啥物？叫咱尽量放掉，你安愈停愈加薪啦。啊，没关系啦，随便。神水神剑神法师，阿弥陀佛，祝你阿弥陀佛，要持念法。好了，那个已经有开了。